Hello，谢谢刚刚你的分享。Hello，柠檬。Hello，志宏。刚刚是不是网络不太好？我换个那个网络，应该就可以了。午安，志宏。午安。Hello，Hello。午安。在吃午餐还是晚餐？好问题，应该是晚餐。因为我晚上不会再吃了，应该是啊，最近吃比较多一点。午安呐，Hello，用户名不能是空白。看我的菜，我的海带。下午好。又有点大声。按掉。Hello，水獭、陈恩、思源、彩虹花、巨婴，嗨！谢谢大家送幸运四叶草，午安午安。边做音乐上边听，好的。恰盖送的花枝精粹，Hello 卡丘，是的，很久不见。Hello，肉质一下下发生什么事？嗨！谢水獭送的狗骨头，还有毛孩罐头。就说上礼拜是 reset 公演，是。觉得很开心啊！谢谢花总树上的狗骨头，没错，樱花宝宝。我们来写剧本，拉拉装，没有拉拉装啊！我是上上礼拜。才是拉拉装，有人当太阳吗？小晴啊，刘小晴当太阳，因为她是小晴。Hello， 齐声谢。他就这样，嘿嘿，我不会学，算了。
我们还约去麦当劳写剧本，超好笑的。因为那时候原本我说在约的时候，原本我说我要上课，结果我就直接睡觉，我就没有去上课。然后一早起床看手机，然后小新就说：“我跟雨林约麦当劳哦。”然后说看你要不要来这样，然后我就说好，因为他约在我家附近的麦当劳，然后就离我家很近的麦当劳。然后想说为什么要约这？你们两个特地跑过来这边是为了叫我出来吗？我说好，那我过去。然后过去，然后就开始写剧本。谢谢阿凯的分享。为什么是薪水小偷？上的 love 啊！原来如此，对，的确是薪水小偷，不要被发现就好。买音乐声哦，真的假的？恭喜你，恭喜你！我也想要满身鞋都中发票。Hello， 勇哥。Hello， 人好。哦，我要吃完了，我快吃完了，等我一下。好，我吃完了，我把我的海带嗑完了。自己会买生鞋收藏吗？我妈是会买一个啦，我妈只会一时一时买一份这样子。太阳宝宝，太阳宝宝，太阳红，太阳圆。哎呦！哎，可是我有一点我要讲，我一定要讲，就是因为我是有开那个问答，不是问的，那叫什么？对，差不多像问答。然后说就是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然后就有一位我忘记是谁，他说我这次比较紧张，跳错比较多。然后想说啊，有吗？我除了掉帽子以外，我有跳错吗？然后我就很认真的看了一次影片，然后就这样看，从头从 Lisa 看到最后搬家了，我就这样看。我这样看哦，我看很仔细哦。就从大家都盯着我看哦，我这次奇迹掉帽子以外，貌似是没有出错。那我疑惑很久，我想说我会跳错吗？可是通常我跳错应该是直接蒙混过去，所以应该是通常不会有人发现我会跳错啊，而且通常我不是一个会跳错的人呢、啊。然后就这样看，所以我就很在意这个点。然后等姐姐们就是给我们影片之后，我就直接马上点开了，然后看，就很在意，因为真的很在意。然后我就看
看一下，从头看到我就说，没有，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没有啊。可是我六次公演里面帽子就掉了三次啊，这好意思讲出来？对，我六次公演里面帽子就掉了三次啊。对啊，对不对？因为我不是一个会跳错的人，就算跳错也不是大错，就是我很会蒙混过去这样。谢谢白饭的分享，我可能专掉东西的啦，可能一直在掉东西。对，跳到一半才掉帽子。跟你讲，我有一次是没有接到帽子，两次是接到帽子之后才掉帽子。对，就是这样。所以我是六次公演，三次掉帽子。哦，但是我两次都不是在那个甩帽子的时候掉，都在后面才掉。很荣幸的，我看你都掉东西吗？啊，也可以。对，所以通常男友说我是认真的，不会接东西。想请看 TP 运动会躲避球。我真的很不会接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认真的上场前我都超紧张的，没有一首歌上场前那么紧张的。就通常跳过一次就不紧张，但是奇迹是每跳每一次都很紧张。掉的东西在我这，你说那个吗？彩带，彩带。谢谢洛克送的玫瑰，所以我就很在意。我想说不行，我一定要来澄清一下。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不过我真的很在意。谢谢陈恩送的玫瑰。接受实际上的接东西好吗？帽子是圆的，帽子会滚啊。好啦，掉帽子也是一种错啦。对，改天再有机会再跳到奇迹的话，我一定要好好的接到它，然后后面也不要再掉，还是要先换个发型比较容易做到，可能。谢谢洛璃送的小浪花，换个风，一样也是丢跟接，没有啦，我真的丢跟接没有接到，是只有一次。六次面只有一次，但是剩下的都是后面才掉的。一次是接完之后太开心，手滑飞出去，然后这次是那个被我的马尾弹掉了，被我的马尾弹掉了。看来听那几场，那时候我超瘦的，我不知道我最近一直在吃东西，可能有变胖。可是没有，我有控制在1000大卡，超过1000大卡我就运动这样。所以我不知道，希望不要变胖啊。要跳王子太开心了吗？还不知道会跳什么。看到七七大义和阿丽回来，全是看到七七大义更开心吗？
咖啡厅的那个真的是美式咖啡，真的是很可怕。现在还不知道，不知道，知道也不会跟你们讲啊。你当我，哎，我没有，我还是没有那么傻的好吗？不知道怎么练，当然会知道啊。会知道的，会知道的，四月就知道了。哦，因为表演名单没有阿力，对不对 ？Hello， 易凯，田中豆粒王线玉人的分享。是的，这次四月来了就会知道换成什么样子的阵容。对，很酷。制服抵抗加王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蛮开心的。因为太久没看到他，好。没错，阿力终于回来了。Hello， 沙鲁，但花音符很赶就是了。雨林也是啊，雨林也是制服抵抗加王子啊，再加个新端的沙发，新端。新段的沙发我跳过啦，像阳光送的玫瑰我跳过，带阿力他是怎样，又没有网络是不是，吓死我了。哦对啊，柏林也是啊，像阳光送的玫瑰因为已经跳过了。对啊，我跳一二月啊，一二月都是我新，我跳沙发啊。你不知道我有跳沙发啊？哎，你没有吗？哦，一二月都是我跳啊。你想跳三首有你没试过吗？也要看有没有需要啊。通常是不太可能啦，因为人员上新端的错误。嗯，很错误哦。完蛋了，我最近好爱吃零食哦，怎么办？该不会要胖回来吧？不可能，我都有在克制我的体重热量。哎 ，Hello， 默默店长阿春，接着跳为了明天的酒是不是？当然，怎么可能？哎，王子的下一首是什么？
就是接吻啊，不可能啊。我已经吃了，我刚刚不是吃了一个决心书，二月没去英组，可是我一月也有贴啊。谢谢沙卢送的鼻心。好啦，不用猜了啦，掏不出来的啦。四月就知道啦，还有不到一个三个礼拜就知道了。比其他两组还要多，因为我们人少。我们已经没有人了，我们人太少了，我们组人都没去啊。做的很有限，对啊。C 五取二，哎，五什么？五什么？制服、奇迹、王子、接吻、沙发，对啊 ，C 五取二，是吧？我没有用错吧？我的数学，谢阳哥送的比心，谢阳哥 A 牌，祝你预测成功。谢阳哥送的比心，我们刚刚谢过。Hello， 月草。噔噔噔噔，哎，难说，搞不好又排我们在跳一样的，所以我就会白开心一场。哦，没有啦，再跳一样，就是我一定要，如果真的再跳奇迹的话，我一定要达成小目标，绝对不会再跳帽子。不管有接到，但是后面也不能掉。欸，但是马尾真的很难跳奇迹，是真的很难跳奇迹。马尾真的会一直蹦蹦蹦，然后它就掉了。马尾真的很难。再跳就把帽子甩到山里去，应该不太可能。要不要试试辫子？不行啊，要绑马尾。希望不要上山。祝福你。就期待四月如何。不过我每一首我当然还是希望跳王子。心中排名想拿个彩带。欸，对耶，你都没有在那个开始拿彩带之后，你都在山上了。Hello， 综合喵喵，帅气乐乐，玉超。Hello。一组一次都没去过。那是不是该来了？生气哦，还敢讲？都在山上，有拿过竹子了，是不是？啊，什么？哦，我把那个
一次看音准哦，真的吗？不是完成哦，因为我们都在下午，因为晚上的话晨晨还不能表演，就是所以我们都会在下午，音组的话音组都会在下午。 Hello 塔瓦哥，我的头发，哎呦怎么 delay。为什么是美玲？下个月是不是还没有美玲啊？下个月公园也没有，也没有啊。每次音组过来都很棒，继续维持，耶！哎，说真的，樱花宝宝。真的没想到大家反应那么好，很酷哎！我吓到，我以为我们会在那边尬演，真的以为会在很尴尬的演哎。沙丘那个威力不行，我觉得不行，那个彩带真的其实蛮难丢的。每个选角选，跟你讲，我们是有思考的，我们有思考选角有没有真的很符合。雨林超像小波，超好笑。烂舌像的，真的吗？谢谢。我的，哦对，跟你们说。我每次都因为奇迹要戴帽子，然后每次马尾都不能绑太高。期待下个月我马尾可以绑高一点。虽然看不懂在干嘛，不过还是可以。你是不是没看过天线宝宝？我跟你讲，天线宝宝说再见了，不要，不行，不行。有聊过吗？聊过了，掉帽子有聊过了。因为我刚刚就在说，就是我有看那个，然后有一位就写说这次错跳错比较多，然后我想说我没有跳错啊，除了掉帽子以外。好了，掉帽子就是一种错误，但是没有比较多哦。好啦，多一个掉帽子。没有，我六次有三次都掉帽子。但我这次真的没有跳错比较多，就是多那个掉帽子。对，我真的没有。阿丽的声音就很温柔，突然变成很好笑，但是还蛮好笑的。那个不行。哦，对，那蛮好笑的。Hello， 郑源，那帽子很顺，掉太多，这样是好事吗？没有，那个地方我第一次掉帽子，好吗？那地方我第一次掉，到底在急什么掉帽子的顺序？谢谢郑源的分享。教育路线，这真的假的？谢谢杨哥的分享。我再重申，我除了掉帽子以外，是没有跳错。我看影片，掉帽子也赶不及，没事，没错，没有，我掉帽子也来得及，掉帽子不影响我，已经习惯，没有，掉帽子不影响我，
然后掉帽子的那一瞬间说啊爽快啊，不对，我怎么掉帽子了这样？戴帽子的那一瞬间啊，终于没有那个困扰的东西，然后想说不对，我要捡起来才对，我不能抛弃它，因为后面还有王子要接，还有逆转王子要丢，所以我不能抛弃它。我说啊，要捡起来。Hello， 飞高高。Hello， 明谢谢明星的分享。Hello， 默默语文吗？不小心那个那个真心显露出来。没有啊，对于舞台出现的状况，我还蛮会应对的，因为已经出现过太多状况了。所以对这一点我还蛮有信心的，而且我看影片我真的很顺耶，所以莫名其妙的自满当中。好啦，没有，不要掉帽子，不能掉帽子。希望我跟祖祖的那个角色互换，这是最开心。跟你们说很好笑，因为那时候群组就传那个影片，就是让我们反省影片，就是光影影片来，然后我们会就是自己看一下。然后那时候我就打开群组，然后点进去，然后看到王子之后，我又跳回群组，然后跟他们说，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发在樱花群里面，我说跟你们说一件事情。我看完影片，我好想跳王子哦。然后林一回，你是说奇迹的王子还是逆转王子的王子？我说，当然是逆转王子的王子啊。说你在想什么？Hello， 杨雄。哎，可是祖祖如果穿奇迹的话，那个裤子会不会太短啊？变七分裤这样。Hello， 西恩。对啊，他会不会变七分裤啊？Hello， 小叶。什么王子是白雪公主的老公吗？什么东西？一定笑场。你说七分裤吗？感觉会耶，如果他真的跳那个的话，因为他把王子的裙子都穿成那么短了，那个你会慌。慌什么？你说太多人了。竹太，干脆改成短裤。我也觉得改成短裤我会比较自在，长裤真的不舒服，不舒服。而且它有那个拉链卡在膝盖，我那个要是跌倒一定会很痛。好险我没有跌倒。哦，太多了呢，是不是？没事啦，而且还少一个人，啊、哦，开始难过。对啊，运动会少一，我没有跳啊。哼，那时候就是不让我跳，我说姐姐，我跳梦之路。然后姐姐就说你确定？然后我就说不确定。她说然后看一下我的走位，看一下我在梦之路的走位，就看一看，你不可能。我就
那我跳 Love 修行。他说你确定？他说对。然后看一下 Love 修行，哦，好像还可以。我说好，那姐姐我真的不能跳梦之路吗？硬要再问我问很久，我应该问了，我这就下来之后，我一直在问我到底可不可以跳梦之路，但就不行，也是啊。好啦，对，没事，我只是想到再讲而已。大范围移动，我要跑半圈，而且要在几秒内，一个八又四拍跑完半圈，那我脚还健壮的时候都跑不太到了。所以姐姐在看完影片之后，你不可能。我说哦，梦中路在右前被转圈圈那个空位。哦，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空位，对，我要在那个空位跑半圈，那个空位完之后，我就要开始跑步了，然后跑不到，真的是还没有等到烤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就有了。Hello， 晴湖。一年四季都不没有，我还会穿那个，牛仔长裤。按身高，可是我们不会固定穿啊，我们不会固定穿某一个人的衣服。哦，我就固定穿我的衣服啦，就是其他的话就不会固定。还在公海上烧肉，已经到烧肉还没到手。你说赢了是不是？哦，要下班了。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上班的时候看直播，下班就先撤了。怎么好像怪怪的？没事没事，我没有跟姐姐提过，就说我们的那个嘞。他说姐姐说再谈的，再谈的，我说好好好，很棒，好好的，一律绑在医务室，不准乱绑。有啊，我那时候就被说只能坐在椅子上，但我还是有跳到的休息。回家重要，下班要专心下班，笑死了要。你们真的是跟我一样哦，上课就开始坐起来，下课就太棒，下课拜拜，这样我就走了。谢谢悠悠的分享。上班都要当薪水小。Hello， 简简。怎么讲那么理所当然呢？你们这些，哎，可是我现在突然。我不知道，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想体验上班族的生活，就是很想要体验在那个大公司，然后 B 卡进去，然后 B 卡进去，然后走到自己的部门，然后打卡完之后就坐到自己的电脑桌上，然后开始工作，然后工作完之后。在下班，在 B， 然后在 B 出大厅，然后再下班。我想要体验一天就好，就一天就好。运动会赢到一场游戏，没错，开心。哦，还是可能他们想要同时进行，所以不能让我们。太早吃到烤肉，拿出早餐打开哦，对，拿出早餐，然后开始喝咖啡，然后这样子，然后滑的，什么啦？上午都在偷薪水，那下午嘞？去好研包升学的，
没有，那个不是，那个不是上班族的生活。讲的就是你每天在做的吗？我也想要体验一天，就在那种大的公司，大的那种大厅的那种大公司，然后逼进去，然后再逼出来。很想的，就会很好奇，就是其他人在干嘛。去帮忙收粉丝行，你们进公司不是也是没错啦，那我想去别家公司逼进去再逼出来。现在正源上的小浪吗，就是那种大家都穿那个衬衫穿得很正式的那种大公司，然后逼进去再逼出来。你去完美餐，但是我去完美餐我都点沙拉。减肥的柯南去野火的，因为同一间啊，原来是同一间啊，也是同一个地方冰淇淋。我要去大的，大家都穿得很正式的那种，想穿 OL 正装也不是，就是有那种上班的感觉，一日系，对，一日系，烟火也是同一栋啊，同一栋大楼，在隔壁，在好言隔壁，对，同一，就真的在隔壁，走过去五秒钟。那个柜台，所以我想要体验别的柜台，别的 B 卡的地方，别的 BB， 别的 B 卡处 B。宿务二课是什么？而且我最近看的剧都在，就是都上班族那种，也没有多少人。就是有自己一台电脑的那种，然后还很多上班族，对不对？捷运站也是逼进去逼出来，然后还很多上班族。哦哟，可以常常遇到别家艺人。是蛮常遇到艺人的，是蛮常的。女强人小妈妈没有哎、欸，宿务二课是老牌哦。你说做杂事哦，感觉对对对，就是日本那种，就是日本那种。我不该乱看日剧、可是我最近没看，我最近就只是。我那天是经过那个法律事务所，就这样，就很一家很大间的法律事务所，在市政府，叫什么？我忘记叫什么。他的办公大楼超美的，然后就经过的时候啊，我也想要，然后就看那时候是下班时间，我就看到很多人就逼出来要下班，就说哦，在这里上班感觉好棒哦，超美的。是大楼什么，然后 每个人都穿西装，就是然后逼出来这样。总务啊、哦、我家也是。什么啦 ?Hello, 小僵尸是不是只是想要进去玩，不然感觉就是进去然后吃早餐喝咖啡，然后电脑打一打打一打。
然后开一下会，然后茶水间泡个咖啡，然后再出来打一打打一打，然后下班，然后 B， 然后出去，没事，我只是想体验一天而已，我没有要认真工作的意思。啊，对对对对对，利率。哎，他们大楼超美，我在经过，然后在什么地方，然后就看一看，啊，法律什么所事务所，我说哇，太大了吧！现在阿米送的枫叶，谢谢刚才送的枫叶，谢谢阿米送的玫瑰。对，挖很多零食。这感觉真的，所以就体验一天，让我逼逼看。泡茶泡咖啡，对对对，我就想进去泡茶泡咖啡，利率超级大哦，真的吗？难怪，我想说天，我原本想说是什么，就是那种大的那种，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经过，想说看哪一间那么。那么有钱，可以把公司装成这样，然后就看哈法律，说原来台湾有那么大间的法律事务所，因为都在看日剧，我没有发现台湾有那么大间的。TP 一日剧，希望会有。啊，我要去挖零食吃了。讲到茶水间，我好想吃零食了，零食。我最近就是抹茶卷心酥，其实我觉得还好，没有很好吃，可就只是想吃零食。我有下午茶时间吗？公司会有下午茶时间吗？电梯小姐 ，B B B， 交通警察是 B B。没有，我只一天只要逼两次进去跟出来，哦，买早餐买午餐。台湾没有，嗯，那是哪里有 ？Hello， 黑流星，午安。对啊，有些日本很多外景节目，一日系列，有人会订饮料去。我知道，因为我阿姨常常拿一堆什么团购的零食蛋糕回来。我想说他们上班是都去团购，真的，我阿姨常常拿什么团购蛋糕，然后说哦，我们今天部门团购什么东西回来很多，一个礼拜大概会有一次这种团购时间。去欧洲国家，好吧，那有点远。你说外商吗？可是我不是外文系，都在逛网购，真的假的？今天有什么？采草莓捕鱼。哦，如果是外景出外的话，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就是。种是牵着一只狗，狗去哪它就去哪吃东西，我忘记那叫什么，可是我觉得很酷，就牵着一只狗，狗要去哪吃东西你就去哪吃东西，然后看路上看到自己想吃的还不能停下来那种。哦，不行，那这样我会生气。经费是太爱吃是不是？很久吗？没有，我去年看的，去年的还是新的。
应该去体验看，没有，我就只是想体验一天，因为我是看剧，看日剧，看到上班族的一天，然后看到，好啦，我阿姨每天回家都快死掉，她都是快虚脱的那种，所以我猜上班族没有很好，但是就是想体验看看。宠物的大猪，我忘记了。反正就好像每只狗都长不一样，是吗？我忘记了。就真的就牵着一只狗，然后狗要去哪就去哪，然后它好像是介绍吃的。李茂纯看到要去哪里，他哦，好可怕哦！我不太想跟着他一起吃东西，我觉得好可怕哦，一定吃不完。可能是郭太守，什么郭太守？狗不会跟你抢巧克力。对啊，狗不会跟我抢东西。霸道总裁俏秘书系列，不是，我只想体验一下挂着名牌，然后逼出来，然后逼进去，然后打电脑。吃早餐，喝咖啡，打电脑，茶水间找零食，然后下午可能开个什么会议啊，早上晨间会议，开完之后再出来打电脑，然后吃午餐，然后吃午餐不错，出来外面吃吗？可是我忘记我刚讲了什么，忘记我刚讲到哪哎、欸。我想到了，我去松江南京那边，反正就做作业，就拿扛着我的电脑，然后去做作业，然后做作业，那好像12点多1点多，然后松江南京那边不是有很多办公大楼吗？然后。我就在那边做作业，然后就看到很多上班族也来咖啡厅喝咖啡聊天。我想说，哦，上班族可以出来喝咖啡聊天，怎么那么好？然后就觉得，哦，好棒哦，挂着名牌，然后穿那个衬衫，然后什么，然后就坐在那边，然后感觉好像很，反正就是很多大人，然后坐在咖啡厅里面，然后聊天什么吃饭，然后。谈事情什么什么，然后就继续打我的作业，然后打，然后打，然后1-2点，然后说哦，人又都不见了，回去上班了，很酷哎，跑业务休累休哦，真的很酷哎，现在柑橘送的小浪花，所以我想说我也想体验一下，有可能是出差。很酷欸，我说可能去什么别家，而且我有看到很多是真的在谈业务的，就是约咖啡厅谈业务的，超多的，我觉得超多的，我觉得哇好酷啊，在我旁边谈业务，很酷欸。你以前有打工过啊？没有啊。因为我16岁就进来了，打工哦，当 dancer 算吗？那也算是打工啊，有酬劳的，一场还蛮出钱的。有来我打工过，就当 dancer。都是真的去做就不想，对，因为人嘛都只看到表面的东西嘛，总不会去看到，对，反正想想也知道就一定会很累，但是就是一天就好，一日系列一天，打工太，对，我只有当 dancer 的经验。算打工啊，算啊。但是身材好吗？就是壮，
就是壮，就 dancer 的身材不会要求太多。对，体验一天刚刚好，没错，一天刚刚好。兼职当 OL 这样？哦，真的假的？这个我不知道哎，好酷啊！哈喽，托姆。要做20年，可能就静不下来。什么是静不下来？你说做那个吗？上班族，可能就静不下来。继续喝我的水，我刚刚把我的水灌完，我再继续灌水。应该做不了，对。啊、哦，还有，我之前看那个、啊、郭雪芙演的那部，我忘记叫什么，《我们不能是朋友》那部，然后也反正就是，也是坐办公室，然后打电脑那种，然后跑去其他。公司，然后谈，然后再跑去其他公司再谈的那种，超酷的。我也觉得可以开一下一日体验系列，上班族我先报名。后来也是专职的哦，好酷。哎呦，骨头咔咔咔！对，坐办公室就不能那么吵，所以好像必须要跑业务。这什么肉？我是不是变胖了？怎么从肉从这边长出来？对，这个肉，会有跟上司出门应酬的机会。没有，我就只想体验一天，要开新 YouTube。希望有，这样我就先报名了。Hello， 柔君，刚刚咬太大力，长肌肉。这个，谢谢君送带我走，谢谢君送玫瑰。Hello， 阿纯。噔噔噔噔噔Hello， 红，谢谢荣军送的 love。朝五晚九就好，最完整最累一天。没有，体验一天是朝五晚九的上班生活。我去看那个 Emily in Paris， 然后。他们中午是真的去喝咖啡，他们中午上班到中午是真的去喝咖啡。节目组这边没事。哦，朝九晚五，朝九晚五，讲错。哎，朝五晚九很好看，朝九晚五，朝五晚九在讲什么？和尚，山下智久。对啊，现在其实都是下班责任制。下午应该是没有工作到凌晨这样子，现在。
加班到凌晨。什么小工厂不在家？什么意思？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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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太加班，哦，因为要有加班费。可是上班族好像就是要做完自己的事情。然后还有那种上班，然后敲敲敲，这样敲那个主管的门，这样子，然后送会议报告之类的，交工作专案，然后再扣扣扣，然后走。五点醒来，刚好睡八小时，直接睡在公司里面。我想一下。如果真的有一日系列的话，上班还有什么我想体验？嗯，没有警察，我真的，我以前超想当警察的。以前不是小时候什么大家的梦想是当那个什么老师啊、护理师啊什么的，没有，我想当警察。小时候警察这样写，没有，我是想要去那种。刑事专案组就是鉴定鉴识科那种，但它是三类。我自从发现我读不来之后，我就放弃了。三类太难了。我不知道哎。现在只能抓耳机，啊，收入不行，直接放弃噻。我也是，海豚刑警，海豚刑警好熟哦，两斤看几吗？先看一下警察片再说。没有啊，两段左传的，以前是我念文组啊。都是写的政务，对，我以前就是很想当这个，很想去做这个。有啊，我觉得我看太多那种就是刑事片，就是看太多那种影集，然后就很想要去做这种职业。太强迫不加班的时候，真的假的？太辛苦了吧！谢谢飞高高送的看好你哦，姑姑情景，两斤看几那种。哦，你们知道两斤看几那个警察总部也很大啊，也可以逼逼这样进去啊。然后警察总部不是也是一个一个办公室？也可以逼逼进去，然后坐在电脑桌前面，然后这样打打打打打打打，然后再开一下会，然后再打打打打打打打，然后再吃便当吃午餐，然后再打打打打打打打，然后
这逼逼下班，警察总部。他都草莓讲。两斤的刑警服装，你说蓝蓝的那件吗？那总部垮了，对，他一直在垮，他一直在垮。还有那个宿舍，宿舍也不知道垮了几次。金融业。金融业太难了，我看不懂那些数字。特殊形式跟还有高级哦，这有，有宿舍，高级宿舍，可以办理。地址太高了。特殊刑警服装是什么？我来查查。两斤刊集。两斤，我以前我阿公超喜欢看两斤刊集，就是我印象中，我只要小学回家，他都转两斤刊集，他要看，不是我要看，是他看，然后我就跟他一起看两斤刊集。特殊刑警，特殊刑，哎呦喂，两斤刊集特殊刑。先不要查。哦哦，对，是他，他不是那个在睡觉的那个吗？是吗？是他吗？在睡觉的那个。糟糕了四年，对对对对对，是他吗？是他吗？特殊刑警是他吗？还是不一样？对对对对对，还是不一样。哦，我太久没看了。真的，我小时候我阿公真的每天都在看两斤刊集，然后重播也要看，反正我只要一回到家，电视都在播两斤刊集，然后我就一直看。水手服，穿水手服的月光刑警是不是？是他吗？洛克哦。是吗？洛克，哟，哦，等一下，这张，要看这张，哇哦，太酷了，美茄子。穿水手服好像是被哪一个是月光刑警啊？他们两个都穿水手服哎、欸，完了，不是我都忘记了。等一下哦，我要怎么放大它、啊？我要怎么放大它嘞？扯到回到，先不要，这个水手服不就是那个吗？月，那叫什么？月，哎，我突然忘记了，我现在满脑子月光刑警。啊，月光刑警是粉红色的，美茄是橘色的。原来如此，找到了这个啊，对，美少女战士啦，对啦，
少女战士，热裤刑警，为什么怎么那么多刑警啊？他是跟海豚刑警同一个吗？海豚刑警又是谁？海豚刑警，哦，我打成海豚警，海豚刑警，来看看。海豚刑警就是美茄吗？啊，他们怎么那么多名字？知道，我打乌龙派出所刑警，一定有名单。乌龙派出所，派出所。刑警，我看，特殊刑事科，特殊刑事科。哎，他不给我按呢、欸？哦，有了，不同的吗？我要穿，没有，不是我要穿哦，我从来没有讲过哦，不是我、哦。看一下，不是，我直接点到那个，人物，特殊。为什么形式打出来是形式？形式课，月光的形，对，应该是你们要穿，可是你们穿这样进得来吗？Hello， 北京星。看一下，为什么没有人整理？他们的人物呢？传说中，水手服有啊，水手服深写真，去年的，哎，是去年的吗？还是前年的？去年的。怎么那么久？他都跑不出来，为什么？哦，等一下哦，好像有、哦，这是什么？首长，欢迎回到乌龙派出所系列。今天这期节目要来介绍的是乌龙派出所动画中，只要是特别篇，不管多少都有戏份的那三个人以及他们的部门。没错，那就是特殊刑事课的。你会想穿得很辣吗？不会，我有点胖。以下节目内容仅限于动画剧情，因为考虑到大部分观众比较熟悉动画内容，还有本人母漫画还没看完。谢谢红色的幸运四叶草。观众还请各位见谅，谢谢。那在聊到他们三个之前，就一定要先让大家了解这个特殊刑事课。特殊刑事课是隶属于东京都检视厅的其中一个部门，里面的成员就不同，其每个人都奇葩到有甚，但人人却都有的。这是什么？为什么有一只鸭子？是阶级到底在日本检查的阶级中排行老几呢？就让所长我来说给。有一只鸭子哎、欸！既然要了解他们的职位高低，首先就要知道日本警察的阶级排行。以下会提到一些名侦探柯南的人物作为代表人物，让各位比较容易带入。内容应该是没有人没看过柯南吧？热裤刑警只穿一条内裤。第一位
警视总长，也是现役警察中最高级别的职位。很胖。他之前还有一个名叫警察厅长官的等级，但他并不算在现役阶级内，所以不纳入排行。而这个职位的代表人物为警视总监。这位老头就是那个没有名字，只知道他是警视总监，看起来一点威严都没有，还常常拿阿亮没办法的白发老头。白发老头。警视第二位警视监，可等于各种高阶职务，例如警察。哦，他是姑姑刑警啊，姑姑刑警啊。啊，是他。副本部长，警视厅的副总监，刑事。原来如此。各地警察本部的本部长。原来他就是姑姑刑警。警视监的存在代表人物则是名侦探柯南。姑姑刑警是科长。三府警察本部的本部长，也就是服部平次的老贝。哦，服部平次的老贝。之下，且刚才警视厅的各种职位他也都有参与，但职位会比警视监都还低一阶，并在退休的同时，这个职位的人都会晋升为警视监。代表人物为名侦探柯南的小田切明郎以及远山尹司郎，但这两位我不是很熟。要扣死谁？警视正就不废话啦，代表人物就是大家不知道。看我那时候喜欢什么东西。警视也就是刚才提到特殊刑事课所有人都同属的这个有了有了有了，警察阶级中不需要考试的最高等级。第六位警部代表人物为名侦探柯南中大家所熟知的木木十三木木警官，以及乌龙派出所动画第八设计由惠奇教授所开发出来的超级警车惠奇 Z1。 木木警官跟惠奇 Z1 是同一个阶级，还因为立了大功最终晋升为警部等级。第七位警部一台车代表人物为名侦探柯南的佐藤和美子佐藤警官，以及头发不尖的小兰宫本由美。第八位巡查部长啊，也就是所长我啦，我哪里啊，先不要，只是个巡查部长的家伙啦，而且这个职位有的只是个名称而已，因为警戒中没有所谓的巡查部门，所以也就没有所谓的巡查部部长这个职位。这个等级的人大多都属于一些行政主管和主任之类的，还有派出所所长这样。第九位巡查长，也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两金勘吉啦，而这个职位其实算是个等我在减肥，他就像个小队的小队长而已，一般来说也只能算是个巡查，就只是比普通的巡查薪水还高了一点而已。第十位巡查，那其实两金勘吉的不是最低的耶，他是巡查长耶。大家应该多少能了解特殊刑事科的那些变态到底有多么的位高权重了吧。对啊，特殊刑事科的那个很等级很高耶。但在我和朋友讨论分析后认为，只要在特殊刑事科上班应该基本都会有警视等级啦。以下会有个图表让各位能够简单的参考看看。警视等级对耶，是在简单的概述阶级而已，如果要扯到一些年资啊同位阶高低等，我们都知道特殊刑事课虽然每个人都乖乖的，甚至是一只鸽子都能当上鸽子，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也都是警视厅所选中的精英中的精英。哎，这句话可就真的是货真价实的哦，因为他们平常所执行的任务都可能需要一整个机动部队才能执行，但他们则是只需要自己一人或是四个人就能轻松解决。例如逮捕军火走私集团、樱花组、延迟犯、珠宝大盗、国际窃盗集团、调查假钞印制厂、参加电视节目担任，你们要吗？很酷哎、特殊警察比较高阶，对。啊，他做警察很久了是吗？天哪，我以前乌龙派出所都看假的，我就是每天吃我的点心，然后看乌龙派出所这样，然后好像都没有看进脑袋里面。都是不容小觑，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警视厅所得到的薪资和待遇更可说是不下于警视总监的。说到这肯定会有人在想，怎么可能，他们才警视而已耶，所长是不是又在胡乱啦。哎，先别急，这并非不可能，还请各位听我娓娓道来，我们就先从他们的待遇说起。无聊，超无聊的乌龙派出所真的吗？真的假的？哎，你们知道乌龙派出所很前面很前面的时候是阿拉西唱片尾曲，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阿拉西有唱过啊，欸，他们宿舍真的很豪华欸。薪资因为动画中并没有明确说到他们的实际年薪和月薪，所以只能用假推测得知。
从动画第27集中，我们可以得知到阿良的年薪大概有700万日元左右，而这个700万日元依照日本发薪水的方式是所以一直只看片尾吧，没有啦，是后来我在喜欢阿拉西的时候发现他竟然是唱过片尾曲，可是后来有改中式哦，真的假的，我都看那个30几台的，所以没有，我都看30几台。入行检还说了，每次出行过还会有特别津贴，另外还会发给你景物加级的。哦，为什么他没有投？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有月薪170，月薪175万日元，这样是多少？先除以三，35、15，50几万。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首。60几台有特别票，对，好像是卫视中文台。三只乌鸦，搞笑殿下，床位门。那只姑姑刑警叫床位门，野马刑警和老虎刑警。日元年薪2100万日元，加上出勤的特别津贴以及职务加级的超高薪，他们赚很多哎。参考第248集所说的3倍薪水，改为参考第90集所说的2倍薪水，他们的年薪也还是有1400万元以上啊！说了那么多，肯定还是会有些人不知道这个年薪到底有多么的屌。没关系，我们就来看一下这0.2薪水的几何，很多哎，年薪1400万。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这样懂了吗？其实不瞒各位说，我其实不是什么现场版，我其实是我好像就看那一台的。真人版是谁？我没看过真人版嘞。迎着强度，这个男人来到此地，辗转各地四处漂泊。哦。六组的浪人乌鸦，警视厅特殊刑事科大员大次郎，人家称他为。什么？为什么大员所长也变警视？刑事都当不行。好了，那介绍完了特殊刑事课，现在就来说说在这个部门也是最多戏份的那三只乌鸦吧。三只乌鸦为什么是乌鸦？他是特殊刑警动画中第一个登场期也是出场次数最多的特殊。哦，他乐酷刑警一条泳裤和领带，但其实他才是特殊刑警中东西带最多的人。光是他那条四次元奶口就不知道到底装了多少东西，且自己号称只要是陆地上的案件，单靠一件泳裤就能全部解决的人，而这实际上也真的是所言不假。先从战斗技巧说起，他的近战不只会让人满脸屌味，还有着连阿良都难以招架的格斗技巧，只可惜有着领带不能脱身的明显弱点。远程他有着近战的这领带不能脱身是怎样？都没在用，因为他真人版 SMAP 演，真的假的？没有海上交通工具，我怎么不知道？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没看过哎。你们是都在跟我一起听这个吗？本来就会比空中和海上来的多，且因为他是特殊显示客，所以被安排的也都是难度偏高的任务。然而他却还是能一直维持着100%的破案率。哇哦！可以说他虽然是个变态，但他也的确是个精英。第二位海豚刑警本名还有他乌龙派出所真的本人，我看一下，死的人也是作者的1.2序位啦。他是动画中第二位登场的特殊刑警，因为海豚刑警，所以他总是穿着。哦，他以前是海豚训练师。海豚们一起出勤，并能利用烟斗。我没看过多少表演才艺，那个飞弹都难不倒这些海豚。且他就如同一个炮弹，特殊刑事课的纪言，好像没看过。潜水艇还大的巡，哦，香取圣武演的。哦，是哦。虽然我不知道海豚刑警他到底。真的，因为我比较，我现在比较想看他介绍特殊刑事课。人生中工伤我最多最久的一名动漫角。然后呢，再来是什么？有没有介绍姑姑？广告，好吧，算了。他现在网络正在跑当中。哦，有了吗 ？Come on， 快快快！月光刑警，应该不用我说他们在 cos 谁了吧？这两个可说是特殊刑警中最搞怪的两人，总是开着夜间战斗机月光以及身穿着美少女战士服在空中巡逻，且每次要追捕犯人时就会换上不同的服装，总是让人期待他们变成了什么呢？而他
们在动画中除了美少女战士服以外，有出现过的服装分别是婚礼服、护士服、SN 女王服、兔女郎服、花蝴蝶蛤蜊菲斯、女摔跤手追杀比尔的女主角弹涂鱼先生侍女服。谢谢朱天少少带你一去流浪。小川罗莎、蝴蝶夫人，以上总共13套，且几乎都只有出现一次，就没有再出现过了。然而，他们衣服很多哎、欸。但实际上，月光刑警厉害的也只有高超的月光驾驶技巧，其他方面则是没有另外两位来的优秀同事，更不用说他的助手美茄子刑警。所以，即便他们出场很惹人注意，但在动我看还有什么？海豚刑警在这三人之中还算比较。认为其实这些他说海豚刑警是最正常的，毕竟他们最原先的设定。乌龙派出所真人版，乌龙派出所真人，中文预告。好的，飞高高，拜拜。这是电影哦。看起来很像，很好看欸。欸，可是电影是不是不一样？电影感觉真的版就是电影吗？它只有电影吗？好酷哦。海豚心正常的，对，他那时候说海豚心机最正常。好的，谢谢君一送我带你去流浪，今天公布到这里。好的，没事，我也要下播了，我念排行。谢谢三五送的小浪花，真有人拜拜。我来念个排行，是日剧哦，是日剧吗？因为我刚刚看到是电影预告。我来念排行，第十名是门口种的柑橘，第九名是杨公公，第八名是沙鲁，第七名是阿米，第六名是中楚雄，第五名是黑流星，第四名是红，第三名是恰拉咖喱，第二名是朱新当，第一名是君。谢谢你们，谢谢红色的枫叶，谢谢你们，明天见，拜拜。明天还有直播。拜拜！他明天一起来看乌龙派出所哦，要看有啊，被阿公带坏。好的，大家拜拜，3、2、1。